有个团出钓客独醉一晚，一名住伫个台中的男子，甲朋友烧酒来福兴的福宝湿地来钓鱼啊。朋友到现场了后，发现伊人无去，是马上来报案。结果最后伫个海边一公里的所在，发现着男子，真不幸的是已经无意识啊。消防人员无放弃，也是马上将男子送到病院来急救。海巡人员接到通报以后，是马上进行找找，最后在离海岸大约一公里的所在发现无意识的钓客，经过初步的急救以后，马上送去病院。因为福宝湿地土质是非常的松软，救护车是无多开到湿地来载患者。一位饲鹅的渔民听到消息以后，是马上放下工作来协助救护，到三天载患者到救护车急救。我们彰化地区这边因为地形的关系，所以在我们这边都必须要仰赖我们的科农，然后借由它的特色，它的轮种，轮胎，然后能够克服这个泥泞的地形，然后协助我们来实施救援。大队长嘛表示，福宝湿地的地形是真特殊，对无熟路面状况的人来讲是真危险。他应该是不熟悉我们这边的地形啦，因为我们地形是属于这种包覆式的。看起来是有路，可是走下去 有可能是没路的。海巡人员也呼吁民众，海边钓鱼是非常的危险，民众要注意安全，避免造成不幸的事件再次发生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福音采访报道。